就是角度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我觉得那个连杆它腕子，如果说它那个气缸推过去的话，它好像是直有点偏直线，对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它的气缸要把那连杆做弯一点，哎，就是连杆这个气缸从内部过来的，对吧？你这个就是说带我开，这应该是带我开门，对吧？开门开到这里，如它这个不能直线，还是要往这边来，这样子飞起来就过去。如果到这边来的话，更加对不过去。对，就是把它拉过来，就拼到一条直线。就是说你刚刚那个情况的话，它的门是关着的，关着的时候我看你好像天过来不多，可能要再过来，哎，就把它那个就这个连杆的样子，把它做成弯到这个弯上去，就在他们那个。基本上就是关键的位置，关键是这两个点，一方面是噪音，另一方面就是气缸连杆，待会儿可能会角度的话变化可能会有点不好。关键是这两个点连线跟气缸这个点的直线，关键是这两个点。这个连杆的形状呢，主要是为了气缸接头不碰它，因为你角度一个小的话，它气缸差不是直线那么深嘛。基本上那个角度是45度的样子。那个门，什么？还有密封，密封好像。